因为他已经一个月不理我了，交了女朋友，就是这样。我这辈子还没有这么失态过。台北呢，本来有下一段是我那个大儿子，那他现在因为还在念书，那个机票也很贵，所以今天他没有办法来到现场，真的对高雄的朋友很抱歉。但是我们团队很用心录了一段 VCR， 连我都不能看，我现在也是第一次要看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讲我什么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因为他已经一个月不理我了，交了女朋友，就是这样。要不要蹲吧？大家好，穿这么漂亮啊！It's okay. Take your time. 我这辈子还没有这么失态过。你知道我回到台湾时，我跟我姐姐打电话，让她说：“哎，你妈不知道，她一定会哭吧？”学校怎么办？我就跟他们说，哦，我家庭发生有发生事，我需要找回来。啊，你穿这样子啊？这是我在纽约平常穿的，没有。来，正面给大家看看，来，我们每个人看看，高雄的朋友看看我。大家好。我的大犬。张清芳一开场就是经典歌曲连发，她穿着黑色羽毛装跟舞裙在四面台又唱又跳，演唱嘉宾也很新鲜。是不是该离开你？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。既然是年轻的歌后徐佳莹，两人的年纪差的有点大，但因为音乐成为好朋友。我看到她的第一眼是在星光大道，那个时候她参加比赛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很像那个17岁的我。张金芳不只找了徐佳莹，甚至也把好友卜学亮请来。张金芳第一次在高雄演唱非常热闹，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更把张金芳弄哭了。因为她已经一个月不理我了，交了女朋友，就是这样。看到在纽约的大儿子突然现身，张金芳吓到蹲在地上痛哭。工作人员是保密到家，真的是大惊喜。我这辈子还没有这么失态过。学校怎么办？我就跟他们说，哦，我家庭发生有发生事，我需要找回来。看到儿子出现，张清芳更是活力十足，全场飙唱31首金曲，换了3套华服，让歌迷听得如痴如醉。东旋娱乐中心在台北报道。看到妈妈今天那么多叔叔阿姨来，你知道妈妈很红吧？叔叔阿姨。对啊，好。以后乖一点，听妈的话。不管你潇洒自在，哪怕别人怎样伤害，跟我来，找回你的爱。笑什么？如果你潇洒自在，哪怕别人怎样伤害。Just a little bit longer. We wanna play.
大全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对，跟大家都那么多人呢、啊。嗯。哇。对。要上面也有人嘞。对呀、啊。啊。OK， 今年他高中毕业，平常以前不是太听话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还好啊。没有，我是说，现在你长大了，对不对？看到妈妈今天那么多叔叔阿姨来，你知道妈妈很红吧？叔叔阿姨。对啊，好，以后乖一点。哎。听妈的话啊，不要以为自己很棒。我自己很棒啊。哦，他很有自信啊。还好啊，还好。有一位两场都出现的嘉宾，今天也要担任记者会的嘉宾，他要送花给你，欢迎你的演出嘉宾 Nathan。嗨，我的心肝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对呀、啊，跟儿子唱歌，心情应该也蛮开心的吧？对，我那时候在设计，我就觉得他快毕业了嘛，他在两个月就会离开台湾了。对，在他离开台湾以前，让他看完整场我的演出。哇！居然请得到他了，而且他居然答应我，你知道这有把我吓到，好想哭哦！你别想，我也想哭。我要跟着唱。有一个，你唱啊！有一个人，哪哪，找无人甲咱留好。哎，我真的是被你设计。张清芳就是一个很爱交朋友，然后也是一个对我而言，他是很三八的，但是。他的三八是让人家是开心的，其实他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开心果。对，有些时候心情不好或什么的，跟他讲，他也会开导你什么什么的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真的真正的好朋友。说实话，刚刚你说叫我出来唱歌，然后我听到这么多的掌声，我有点感动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真的真的。所以呢，好想哭哦。你别讲，我也想哭。